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讲课的时候，听课之前发菩提心啊，需要发菩提心。这个道理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明白了，因为我们每一次讲课的时候都提醒大家发菩提心。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大家都知道，那不仅仅是这个听课的时候啊，我们做任何事、善事啊，都需要发菩提心。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凡是对修心啊，对这个心善有关系的这些，都一定要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听课，那么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善啊。听课呢，就是比其他的啊，比如说我们吃粥啊、诵经呢这些当中啊，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这个心善。那么这个呢更加的需要这个发菩提心，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这个菩提心呢，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啊一上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标准的菩提心，这个很难得。但是没关系啊，我们有标准的菩提心的就发标准的菩提心啊，没有还暂时没有这个标准的菩提心的，那么我们可以发早着的。啊，不太标准的这个菩提心，那么不太标准的菩提心也是啊，属于这个菩提心，就是菩提心的一部分，只不过啊，当下还没有那么成熟而已。实际上也是菩提心，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啊。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那么菩提心怎么发？简单的说，啊，第一，我们今天大家为什么啊要来？这个上课，那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从菩提心的要求讲的话，首先是我们的，无论是上课或者是我们打坐吃粥诵经，那么这些都是最终就是为了成佛为了成佛，这目的就是为了成佛。那么为什么要成佛呢？成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 为了。为了这个帮助更多的众生就是因为我们成了佛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让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那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呢，没有这个能力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这个慈悲心有比较强大的这个慈悲心。然后有了慈悲心以后呢，我们就有这个想法我一定要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一定要让所有的众生远离一切痛苦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就会有，到时候就会有这种勇气这个决心。那有了这个决心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考虑那我怎么样能够这个让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没有这个能力。那现在没有能力，也不等于永远都没有这个能力那怎么样能够有这个能力呢？那我先成佛吧，我就是要成佛，成了佛然后我就能够度一切众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听课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那成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就这么简单。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这样，这样子很简单的。那这个是时时刻刻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的，这特别特别的重要希望大家记住每次有标准的菩提心，那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非常不可思议了。没有标准的菩提心，那我们也就可以就是勉强的就这么去想也是可以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动机发心要这样子调整。
调整。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啊，今天的课就是又是一个基础的啊，也是一个基础的这个课啊。这个课的题目就是三个目标啊，三个目标啊，三个学佛的目标啊，这样子。那我们为什么要讲一个这个三个目标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就进入了佛门受了这个皈依戒就进入佛门了。那么进入佛门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最终的目标呢，比如说要不就是成佛呀，或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这个大家当然是知道了但是短期就是在眼前有没有什么目标要达到如果我们就是眼前的这些目标没有做到没有达到那么最终期的这个目标也是做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坐地铁要到终点站，那么要到终点站的话，还没有到终点站之前第一站、下一站、再下一站这样子到达最后才能够到这个终点站如果我们之前这些第一站、第二站都没有到达，那么就是最终是没有办法到达这个终点站完全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当下的或者是现在的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佛教徒，很多的佛教徒，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几乎很多人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目标，没有目标。然后有目标的话，那也就是比如说健康长寿工作顺利就是这些目标了这些目标。还有一个就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开始这个投入学习佛法，还有就是修心投入了这些真实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我们开始就这个修家心比如说藏传佛教的话就是修家心那汉传佛教没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念《金刚经》呢，念这个《心经》呢，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功课功课都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把这些数量这些数量就当做目标我要完成多少多少。比如说我们学藏传佛教的时候呢，我今年要念多少多少咒要持咒多少的咒比如说我在某某上师那里我就发心这个念多少万这个咒就那么我要完成今年，我要完成今年我的目标就是这个要完成这个数量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呢做一些功德的时候做功德的时候呢，比如说我捐了多少多少钱捐钱了、修庙了、修炉了，或者是我参加了很多的这个公益慈善的这个活动，帮助了多少多少人就是把这些作为这个目标这些作为目标然后比如说我们修了四家亲、五家亲，藏传佛教的五家亲那么也就是五十万磕头、念咒、念诵经那这些都是嘴巴念还不是心里修然后把这些数量就当做一个目标当做一个目标来完成那么这些吃粥诵经我们并不是说没有意义，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真正的核心的目标还不是这些了还不是这些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学汉传佛教的话，那我们也就比如说每天念地藏经呢念这个金刚经，念很多很多的经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把念经诵经就是当作目标
要每天的这个功课不能落啊，每天要完成，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些当然都是好啊，这些都好，这些都是都有功德，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学佛的真正的目的还不是这些啊，这些还不能作为一个目标啊，数量还不能作为一个目标啊。诵了多少多少经啊，这个也就不能作为一个目标啊。然后呢，我们捐了多少钱，这也不能作为一个目标啊。但是这些都可以去做，这些都对我们的修心是有直接的、间接的，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呢，这些都不是目标，这些都不是目标。所以我们那这些都不是目标的话，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除了成佛除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外，还有什么目标呢？那么我们就很多人也就不太清楚了就是接受过佛教的这些真通的珍贵的教育、系统的教育，当然接受过的人肯定是知道了。但是我们也不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佛教徒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啊，很多人是不知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还不太明白我们的这个眼前要完成的这些工作或者是要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比较盲目茫然那么。这个盲目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我们所谓的学佛啊，学了一辈子啊，那么实际上是没有学，只是念念经啊，只是做了一点功德福报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是根本没有涉及到佛教的这些核心的东西，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没有学到啊。这样子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遗憾的。啊，这个就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目标是什么啊？目标是什么？佛教，我们学佛的这个目标是非常的明确的啊。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啊？现在的临时性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啊？这都是分得非常清楚，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学而已。实际上，这个目标都是有的。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目标。尤其是核心的这些，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些有了以后呢，其余的，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去朝山朝拜那这些呢，有时间就可以去做没有时间也没关系，这些都不是核心的所以这个目标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这个抓住重点这比如说我们世俗的工作也不就这样子吗？学佛也是这样子，抓住重点是非常的重要。如果重点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学佛学了很长时间，其实也就是还是很用功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目标不明确，所以就很多时候呢。这个用功也就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效果这样子。然后我们佛教它讲的这些内容，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讲我们人的感受，人的这种心理的变化所以呢，佛教讲的这些，只要我们去执行、去实践那么这个收获或者是这个进步这是我们自己亲身可以经历的，亲身经历的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在，一点都不神秘一点都不神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只不过我们平时没有就是认真的去修，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些，得不到这些感觉，得不到这些。心灵的净化，我们大家都会说心灵净化，心灵净化也就是一种心灵的提升的这种过程那么这个提升的过程呢，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我以前的一个心理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那么这些都是每一个人自己啊是非常的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就像我们的身体上的变化是一模一样啊，我们当我们是一个儿童的时候，然后呢逐渐逐渐的成熟，最后的衰老啊，这些生理上的这些变化，大家都是非常清楚了。那么心理上的变化也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只是我们认真的去修了。那么就是啊，以前的不成熟啊，不成熟，到现在的这个成熟啊，以前的这个非常糟糕的啊，这个心灵啊，现在的这个精华，而这个精华的过程，这些全部都是就是啊，非常非常清楚的，一点都不啊。不生命啊，就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内在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实实在在去修的话，那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都会有收获。而且这些收获呢我们自己非常清楚啊，我这个月有什么样的收获，然后呢从去年到今年这一年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至少我没有学佛到学佛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都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现实啊这一世当中感受到的，这个并不是要等到来世的时候才能够啊。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没有任何的看不到任何的结果，全部都要等到来世，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个佛教讲的，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人的心灵的这个进化的过程啊，变化。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感觉得到啊，这也是非常重要啊。自己有没有进步，自己学佛了以后呢啊，有没有什么变化，这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非常清楚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否则的话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是要等到来时才能够看到这个效果，今生啊什么都看不见的话，那这个也就是很难啊，很难有这个能，很难有这样子的勇气去做啊。但不是我们今生啊当中也今生也就可以感觉得到我们自己的修行的成果啊，这样子啊。那么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三个这个啊目标啊，三个目标啊。那么三个目标的第一个，我今天讲的这个目标啊，就是我们入了这个皈依了以后啊，就是想啊学，要不就是大乘佛教啊，要不就是小乘佛教，就想走解脱道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佛教徒的目标啊。佛教徒也有各种各样的佛教徒，有些呢他是想解脱的啊，有些是不是想解脱啊，比如说像人天佛教，那他不是啊追求这个解脱的，有各式各样的学佛的方式。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求解脱的啊佛教徒，就是想啊走解脱道的一个这样子的佛教徒啊，比如说自己想了脱自己的生死啊，不想在这个轮回啊，这样子的佛教徒，那有什么样的目标？那就是有三个目标啊，三个目标。那三个目标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出离心啊，出离心。所以这个出离心啊。就听起来这出离心就是很基础很基础啊，是一个入门的啊功课一样啊。但是呢啊，这是对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尤其是想解脱的人来说，这个特别的关键啊，特别的关键。如果我们没有了出离心，比如说我们收啊收居士戒、收菩萨戒、收密乘戒，这些戒律啊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比如说观定呢啊菩萨戒就根本就不可能，连居士戒，比如说杀盗淫妄啊，不杀不盗不淫，这种戒律啊都得不到一个标准的这个戒律啊，标准的戒律。
比如说不杀生啊，不杀生外道也有，除了佛教以外啊，就是除了佛教以外，外道也有。比如说像到现在啊，就是像印度也有一些有些那个最古老的啊这些宗教啊，也是还在。那么他们有些啊这个宗教的戒律啊，比佛教的戒律还要严格啊，还要严格。他们也是不杀生的啊，他们也是不偷盗的啊，他们也是不邪淫的。这些佛教的这些戒律，他们都有，而且某种程度上啊，他们的比佛教的还要严格啊。那么，这个我们的戒律跟他们戒律有什么不一样？到底什么不一样呢？那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出离心的话啊。没有出离心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样了。这是一个皈依和不皈依的区别了，没有别的区别，基本上结果都是一样的啊。结果是什么呢？比如说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佛教就是讲因果啊，讲因果，讲这个缘起，讲因果，善恶因果。所以呢，比如说，无论是相信佛教的啊，不相信佛教的，只要你做善事啊，只要你这个心善断恶啊，这样子的话，你一定会有好的果报啊，不会说不相信我啊，不相信我们佛教的话，那么通通都会下地狱，不会这样子啊，只要下不下地狱啊，这个并不是要。相信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宗教的问题，就是下不下地狱，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心善，有没有造罪来决定。那么，如果不是佛教徒的其他宗教的人，如果他有不杀、不盗、不淫这样子的话，他也会这个有福报。那么，这个福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间或者是天人当中。可以享受人天的福报啊，这个外道也是有的。佛教这个佛教认可的，那我们佛教徒啊，我们佛教徒没有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受了戒，我们也不杀不盗不淫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的结果也就是，要不就是人间啊，要不就是在天人当中享受。人天的福报，那结果不就一样吗？就外道的这个，这个不杀不盗的这个结果国宝和我们佛教的这个戒律的这个国宝，最终就是人天福报，两个都是人天福报，所以 没有太大的这个不一样这样的。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不一样呢？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差别呢？然后就是有出离心的时候，开始就不一样了就本质上的这个不一样质的变化有了出离心以后，就是因为有了出离心以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善心善都会变成解脱的。解脱之因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他们都超越当下利益即久瞬间就超越了这个时间的福报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开始就念金刚经，念金刚经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出离心我没有出离心，就是为了这个世俗的，为了健康长寿等等念。然后到了中间到了中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金刚经》的某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有了出离心那么《金刚经》的下部分就是我以出离心的基础上念，前部分呢，没有出离心。那么这样子的话那前部分的这个功德是什么呢？就是人天福报。人天福报的意思呢，它永远都不能让我们了脱生死不能解脱，只是在轮回当中
可以健康，可以长寿啊，这个可以的。啊，但是呢，不能解脱了啊。金刚经的前部分就这样啊，然后后部分呢啊，就是因为有产生了这个出离心了，那么后部分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啊，瞬间啊，这个就开始就不一样了，不一样，这个山根就变成了啊，这个解脱道啊，解脱道啊，开始的时候是时间法。时间法，这它是没有超过时间，只能在这个时间人世间或者是天人啊当中就享受这个福报啊，但是呢不能解脱。但就有了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啊，就瞬间啊，就在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功德都跟外道就不一样了啊，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外道的这些呢，都是啊世俗的福报。那么现在，因为我们有了出离心以后呢，然后瞬间啊就变成了这个解脱道，功德结果上不一样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平时讲佛教讲戒定慧啊，戒定慧。那么佛教讲的戒定慧的啊，这个戒律，跟外道的戒律不一样，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有出离心的基础，没有出离心的话，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佛教的戒定慧的这个戒律，根本就不属于这个戒律啊，根本就不在这个佛教的戒定慧的戒律的范围当中啊。根本就不在这个范围当中。佛教讲的戒定慧，它这个戒是指什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由啊出离心的基础的这种戒啊，这种戒才算啊，才是这个戒定慧的戒。没有出离心的这些戒律呢，这个外道也是有的啊，所以呢，根本就不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啊。戒定慧的戒律的范围当中，根本不在这个范围。因为这种戒律呢，外道也是有的啊，所以不学佛的人也可以有的啊，所以就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啊。那本质上的这个变化差别，就是自从有了出离心以后，然后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啊，所以我们啊就看得出来这个出离心有多么的重要啊啊，有了出离心以后，然后呢，通通都变了啊，就是我们的持戒啊，还有这个平时日常的这些功课啊，心善，通通都变成解脱啊，解脱道啊，都变成解脱道。那之前呢，因为其他都具备了，就差一个出离心啊，就因为差一个出离心，所以呢，做得再好，做得再多，做得再认真啊，都最终都不能超过这个世俗的范围啊，不能超越这个世俗的范围啊。由此可见，这个出离心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我们学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出离心啊，大家要知道，第一个目标就是出离心，特别的重要啊。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除非是我们不想走这个解脱道啊，只是想学一下人天佛教啊，否则的话，那就是第一个功课啊，不是要完成多少多少多少的数量啊，不是要这个做多少的这个功课，就是要有出离心啊，就要有出离心啊，出离心搞定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啊就达到了啊。学佛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学佛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种我们的心灵的精华的过程。那么这些数量啊，这些数量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心灵的精这个精华没有任何的
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念，很多很多的咒啊，但是呢，但是念咒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心当中仍然就有那么多的烦恼啊啊，我们边念咒啊，边升起啊，边这个谈心啊，这个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所以啊，凡事啊，不能啊，这个不能这个净化我们心灵的啊，这种法啊，这种法啊，都不是最重要的法啊。但是我们啊，不否定啊，他们自己的本身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啊，什么都没有去想啊，这是非常的散乱的情况下念念咒，也就总比不念啊，总比不念好啊。这个是有各有各的价值，但是核心的问题都不是这些啊。所以呢，我们学了佛以后啊，请大家学佛以后，首先啊要做的，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啊，然后不要以为是这些数量，这些数量都不是，这些那么是必须要有内在的变化啊，内在的变化。那么内在的变化的第一个啊，就是要建立啊这个出离心啊，建立出离心。如果我们这一生的这个修心啊，这个就只能达到这个出离心啊，只能达到这个出离心的标准。然后后面的，就是因为我们啊人生无常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都没有来得及，没有来得及做啊，只是有一个出离心啊，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了啊，那也是非常好的基础。我们下一世一定会啊，从出离心啊开始继续修，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出离心啊，我们千万这个不能忽略啊，千万不要认为出离心，出离心不就是很简单入门的这个吗？我才不修出离心呢，我要修大圆满啊等等，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最终是我们可以修大圆满、大手印，我们可以修禅宗、修净土，这些都可以修，这些法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基础的情况下修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任何一个都是没有用啊。所以我们第一个目标啊，大家要啊，就大家要明确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啊。我们进入了佛门了以后呢，那我要干什么呢？啊，我就是要有出离心啊，我就要这个要有出离心，我自己啊，这个明白啊，这个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走上这个正确的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在这个学佛的人呢啊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多啊。我们很多时候呢看到的这个佛教徒的面孔啊，都是新的面孔啊，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堕的时候，任何一个事情堕的时候就会乱啊，就会乱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正确的引导啊，正确的引导。如果我们这一代的啊，这一代的佛教徒啊，都有正知正见啊，都有正知正见，都有这种自利利他的精神啊，自利利他的精神，这样子的话，这一代的佛教徒一定会影响到下一代啊，再下一代，至少我们一定会影响到几代人啊，几代的这个佛教徒，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这一代的这个佛教徒没有政治正见啊，没有去不接受这个佛教的珍贵的教育，大家都很盲目迷信啊，就是搞很多很多的迷信的这个活动，参加特别特别多的迷信活动，那这样子以后呢，对自己不利，对社会不利，对大家都不利啊。那么这样子的话，第一代的佛教徒这样子以后呢，然后下一代再下一代，至少三四代的这个佛教徒都会受到这个影响啊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世俗的
这个事情都是这样子，翻多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会乱。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啊，必须要啊，不学佛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学佛那就必须要学习啊，必须要学习佛陀的这些珍贵的教育啊。那么这个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啊。 尤其是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学到我们能够学到的这些呢，这些知识啊，这些理念或者是这些方法啊，都是我们其他地方是根本没办法学到的啊，特别的有用。所以我们啊，首先大家啊要懂得，要好好学习啊，学习是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学习啊，佛教尤其是这个佛教这样子的这个宗教，那这么深奥的东西，尤其是它的核心的部分都是智慧，佛教的核心的部分都是智慧，因为它的核心都是智慧，所以必须要有学习啊，学习，然后不学习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 到底佛教在讲什么啊？他的方法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佛教徒越来越多，然后就是越来越乱啊。最后就是这个佛教也就不能啊，就帮助我们，然后也不能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也就不能帮助啊这个社会啊。最后就变成这样子啊。然后呢，这种迷信的这种活动啊，然后呢。 越来越多，那这样子以后呢，真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就得不到啊佛陀的这个智慧；第二，佛教本身它自身也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损坏啊，所以我们佛教徒必须要有政治正见，大家必须要明白，佛教的核心就是智慧啊。 佛教的核心不是信仰啊，不是信仰，就是智慧。这个并不是说不需要信仰，需要信仰，但是呢，信仰的基础就是智慧，信仰就是来自于智慧，这个信仰就叫做知性啊，知性，这个是佛教赞同的啊。佛陀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口口声声啊。 瞻仰的、赞同的，就是赞美的，就是这种信仰，而不是盲目的信仰啊！所以我们学习是非常重要啊。第一个，要好好学，然后呢，我们要明白啊，学了以后自然就会明白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第一个目标就是出离心，然后出离心呢，要简单的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 我们在这里呢，就不需要再重复，因为我们在很多其他的场合、其他的这个书啊、视频啊这些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关于出离心方面的这些讲解都有的。但是简单的说一下啊，出和离啊，出是什么？出就是出走啊，离就是离开啊。那我们离开什么地方呢？ 从什么地方走出去呢？当然是从轮回当中走出去啊。轮回当中走出去的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从轮回当中，走出去离开，我们再也不回来啊，不是这样子啊。《华严经》啊，《华严经》大乘佛教的非常著名的经典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华严经》都讲。 入不离时间，啊，就是说你不要离开这个时间啊，就这意思啊，你不要离开这个时间，时间就是我们的六道轮回啊，大乘佛教是不离开这个时间的啊，但是呢啊，亦不住于世啊，也就是说你也不要执着啊，也就不要这个不要。 执着于啊这个轮回当中，所以这跟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我们要超越轮回啊，超越轮回，但是我们不脱离轮回啊，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啊，超越轮回，不脱离轮回。为什么不脱离轮回呢？
脱离轮回了以后呢，自己走了，没有轮回的地方了啊，那怎么能够度众生呢？没有办法度众生啊，没有轮回就是没有众生啊，没有轮回的地方就是没有众生的地方，没有众生的地方就度什么没办法度啊。所以如果想度众生，想帮助众生，那肯定要来就回到有众生的地方才能够度啊。所以就是啊，所以就是佛陀叫你不要离开这个时间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脱离这个时间。但是呢啊，我们也不要啊，也不要执着于啊这个轮回啊，所以要超越。那既要超越又不能脱离，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啊，这个可以这样子啊，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啊，人就离开了这个轮回，我要走到没有轮回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叫做脱离轮回了啊，脱离轮回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不想了脱生死，不想走解脱的道，然后就只想享受这个人天的福报。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超越这个。没有超越这个轮回了，没有超越轮回。那么没有超越轮回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度众生呢？我自己都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那我自己都在轮回当中流转，那我怎么能够度众生？没办法度众生了。所以我们要超越轮回啊，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是核心的精神。那这个时候，这当中有一个超越啊。这种决心啊，就叫做出离心啊，我要超越轮回，这就是出离心。但我不脱离轮回啊，我不脱离轮回，但我要超越。那超越的这个啊，超越的意思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啊，比如说我人永远都不想再回到这个轮回当中，我要走了啊。如果这样子理解的话，那我们就是脱离轮回了，不是超越轮回，就脱离轮回，或者是超越了轮回了，但是也脱离轮回了啊。那这个不是大乘佛教的精神。那么就是说我那怎么样理解呢？我要回来啊，我永远都要回到这个轮回当中，而且像地藏菩萨的这个法愿这样，我不但是要回到这个轮回，而且我要回到地狱啊，最苦的地方啊。最艰难的地方啊，或者是人类啊，就是像过去我们一战二战这样子的时候啊，就是最艰难的时候啊，饥荒、瘟疫，还有就是战争、自然灾害啊，当人间发生这样子的时候，我尤其要回来啊，我要回来啊，就是这样子的精神啊，并不是说我再也不想回来了，我特别讨厌这个世界，我要走了啊，这个不叫出离心了啊，这叫做脱离轮回了，不是超越轮回。那么超越轮回的意思呢，刚才我们讲了，我要回来啊，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呢，我不想以我现在的这个身份回来啊，我现在的这个身份啊回来的话，那么我回来了以后呢，帮助不了任何人，帮助不了任何人，而且我自己的为了我的生存，为了我的工作，经常啊会伤害到其他的生命。我不但是不能帮助，而且我会伤害其他生命，所以啊我要回来啊，但是我不像现在的这样子的身份回来，不像这样子回来。那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回来呢？我以菩萨的身份回来啊，我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是以一位菩萨的啊身份回来啊。那么菩萨的身份回来啊，这就是不脱离轮回了啊。然后呢，我不是现在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部分啊，这种决心啊，这就是超越啊。所以大乘佛教的出离心啊，跟小乘佛教的出离心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小乘佛教的出离心呢，它就是绝对的啊，讨厌这个世界啊，绝对的严实。然后呢，从此以后他从来都不想回来，
所以分分秒秒啊，他都在想怎么样脱离这个世界啊。这个就是小乘佛教的这个出离心。那大乘佛教的出离心啊，就是华严经讲的，就是我要，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我要回来啊，但是呢，我要提升一下我自己啊的这个级别。啊，提升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回来啊。还没有提升的时候，我现在这样子回来的话，那我又不能帮助众生啊。然后，而且我自己在这个轮回当中啊，生老病死的痛苦，也是很啊，也是有很多的这样子的痛苦。然后我也会给别人带来啊，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我就不愿意啊。以我现在的身份啊回来啊，下意识我要回来，但是我不以现在的身份回来，那这个就叫做啊超越轮回啊，然后不脱离轮回，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啊，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那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不堕两边啊，两个边啊，实际上就是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是什么呢？比如说小乘佛教的阿罗汉，他是一种极端啊，就是从此以后他自己解脱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再也不想回来了啊，绝对的厌世啊，讨厌这个世界，然后就走了，这是一个极端啊。另外一个是我们世俗的人，世俗人啊，世俗的人就是根本就不考虑啊解脱啊，然后呢，绝对的啊，就是执着于啊这个轮回，那么这也是一个极端。那这两个极端叫做两个边啊，两个边。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要中间走啊，不能走路边啊。那么就是走到路边以后呢，啊，我们有可能会这个出问题，所以就是要走路的中间啊，就这个意思。不多两边，不走两边，不走两个极端啊。那这个是我们。大乘佛教的这个出离心，那我们首先要达到这个要达到的目标是第一个目标是这个啊，那目标是这个，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做到既超越轮回又不脱离轮回啊，并不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培养这个心啊，培养这个决心啊，现在我们连这个决心都没有了，更何况我们超越轮回啊，超越轮回还早啊。所以首先我们要建立啊这样子的这个培养啊这样子的决心啊，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要培养这样子的这个决心啊，这个就叫做培养这个出离心啊，培养出离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非常的重要。那第一个目标怎么样培养呢？具体的方法我们就要修这个四加行啊，四加行藏传佛教里面呢就叫做四加行啊，那汉传佛教没有这种说法，但是呢这些内容呢是有的，因为这个四加行呢都是来自于华严经啊等等这些大乘佛教的这些经典。那么这些大乘佛教的经典呢，我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所有大乘佛教的啊，大家都公认的非常标准的这个佛经啊，所以呢这些里面内容都是有的，但是呢就藏传佛教呢就把这些内容啊就是归纳，然后呢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啊比较方便的这个比较容易的比较方便的比较规范的一个修行，然后呢就这个也有一个次第啊，所以比较方便啊，这个是修四加行啊。那我们可以这么讲啊，我们首先就皈依了，进入了佛门了，那么进入佛门以后呢，那么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啊，那就不是多少多少的这个多少多少遍的这个那这些数字啊，就是要静下心来修四加行啊，培养出离心，培养出离心。如果我们啊
超越轮回和不脱离轮回的这种念，这个心都没有啊，连这种想法都没有的话，那就根本就不会有实际的心动，不可能有实际的心动啊。所以首先啊，要培养这个心，有这个心啊，还没有实际心动啊，但是没问题了，只要有这个心，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所以有了这个决心啊，那么行动啊就会有的啊。首先我们还不着急去实际行动啊，首先我们要去培养这个心，培养这个决心，有了啊这个决心以后，然后啊再去实践，再去落实啊，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啊，但是目前啊这个阶段呢，我们先不着急去做什么啊，先培养这个心，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修思加行啊，修思加心，培养出离心啊。然后这个培养出离心，出离心的标准这些呢，我们可以看佛教的书啊。然后呢，我们之前啊，像慧灯之光的这些课程当中呢，也就讲过很多很多遍了啊。我想可能大家也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也可以网上啊，就看看这些视频就明白了。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啊，讲的这个出离心的标准是高标准啊，高标准啊，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们不一定一开始就能够达到这种标准啊。那么地标准是什么？地标准呢？我刚才讲这些资料里面都有，但是简单的说啊，只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有这个心啊，那么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分分秒秒啊，时时刻刻不一定有这个决心，但是呢，总的来说啊，就是我有这个决心啊，我一定要超越轮回，一定要超越轮回，我不想啊以现在的这个身份流转轮回当中，这样子下去没有必要，没有意义啊！以现在的这个身份，我再回来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就这个意思啊。还有一个呢，我们修思加心的时候啊，佛教就将这个轮回的痛苦啊，佛教将轮回痛苦，大家都非常清楚，佛教是将，佛教就将整个人生是痛苦呀，轮回是痛苦啊，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就认为佛教是消极悲观，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不一样，大乘佛教的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呢？轮回啊是痛苦的，是幸福的啊，不是轮回来决定。而是我们对轮回的态度来决定啊，而是我们回到这个轮回的时候的这个身份来决定啊。如果我们下意识回来的时候还是啊以现在的这个身份啊，就是有贪嗔痴，有各种各样的烦恼的，以一个这样子的凡夫普通众生的这个身份回来的话，那肯定是痛苦的啊，因为这个轮回当中有生老病死啊，还有很多很多特别特别不顺心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轮回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都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情绪，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感觉不到幸福快乐，这个不需要谁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的啊。所以那人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动物或者地狱或者其他的这个众生，那就是更加的残酷，更加的残忍，更加的痛苦啊。这个道理呢大家也就明白啊。如果我们换一个身份啊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净化了我们的心灵，然后提升了我们的这个心灵啊，提升到我们从一个凡夫，然后就提升到
菩萨的这个境界啊，我们有境界啊，再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就是完全就变了啊，这个轮回完全变了。比如说我们这一世没有任何的境界啊，感觉人世间很痛苦，然后呢，这个中间啊，我们就有提升啊，有提升，然后下一世再回来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到的轮回就不是上一世的这个轮回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这个轮回当中还有很多的众生啊，没有被这个心灵精华没有提升，那么在他们的眼里，轮回仍然啊是痛苦的。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心灵啊已经是被精华了提升了，所以现在这个人的眼里啊，轮回根本不是痛苦，轮回是幸福的，轮回是快乐的啊。那佛经当中啊，我们经常看到轮回是痛苦的这种记载很多，难道还有这个轮回是幸福快乐这样子的记载吗？当然有啊，大乘佛教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所以呢，佛教讲的这个轮回痛苦、人生痛苦等等这些凡事这讲这个痛苦的这些，都是相对的啊，而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有针对性的。这就是说，没有能力的人啊，就是心灵没有精华的人，就像我们这样子普通的人来说，那么人生啊，也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幸福快乐，当然是有的。这跟我们谁也不用说，有些时候也有幸福快乐，大家知道啊。但是这些都是非常的短暂啊，非常短暂。有些幸福和有些快乐呢，它又会导致更多的烦恼、更多的痛苦。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佛教讲的痛苦就是这些痛苦啊。佛教其实大乘佛教把这个轮回啊，没有他讲的这些痛苦、人生的痛苦等等，一点都没有夸张啊，没有夸张，这就是实事求是，事实就是这样子。那只不过佛教把这个平时我们不太啊去思考的这些人的这些痛苦啊，比较埋的比较深的、藏的比较深的啊这些痛苦啊，就是挖掘出来给大家看啊而已。实际上佛教从来都没有把这些痛苦夸张啊，实际上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的身份啊有所提高啊，那么轮回也就变了，轮回也是幸福的，轮回也是快乐的。这个不是大乘净庄严论啊这部论当中不就讲过吗？比如说我们先去玩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然后这个玩啊看完了以后呢，再换下一个啊公园一样。不是佛经里面说啊，菩萨就是上一世，然后呢再走到下一世，就是从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啊走到另外一个公园一样啊，就这么开心，这么幸福，这么快乐。那个时候呢，轮回啊就像个花园啊一样，轮回根本就不是平时我们说啊，轮回就是像火炕一样啊，轮回就是等等等等啊。这个时候呢，轮回就不是火炕了，轮回就像个花园啊。那到底轮回是火炕还是花园啊？这不是轮回它本身来决定的。如果它是它来决定的话，那对任何人，它要不就是对任何人，都是火炕啊。菩萨来了也是火炕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凡夫也是花园啊，对任何人都花园。但是如果是他自己决定的话，肯定是这样子啊。就是因为不是他来决定，是因为我们的境界来决定，所以我们的人的境界有高低，所以轮回有痛苦快乐啊。这个，所以呢，佛就是不太鼓励我们到外在的世界当中去改变太多的东西，就要去改变自己的心啊，改变自己的心，就是要这个，这个精华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心灵精华了以后呢，很多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我们的
心灵没有解决啊，然后我们到外面去改变很多很多，然后有抱怨，有仇恨，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烦恼，最终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每一次啊，就去下一世的时候呢，两手空空的啊，就是这个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啊没有掌握好问题在哪里啊，这关键的这个问题啊所在啊，我们不了解啊，所以我们没有改变自己，去改变了外面的啊，改变了别人，所以每一次都不成功啊，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啊。好，这些是出离行啊，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佛教徒啊，不走修心的路啊，那就是临当别论啊。当然是可以，也有这样子的学佛的方法啊。我先暂时不考虑解脱，我也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需要啊这个幸福的快乐的生活啊，我只求这么一点，我不求其他的，当然是可以的，就可以只求这一点，只求这一点啊，方法也就比较简单，尽量的心善断恶就会成功的啊，就不需要太多，不需要学太多，不需要修太多，这个很简单啊。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凡是想解脱的我们啊，佛教徒啊，凡是想解脱的人，那就先我们不要迷茫啊，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而且尤其是要知道第一个目标是什么，这个特别的重要。第一个目标就是出离心啊。这个大家要记住啊，这是第一个目标。然后第一个目标啊达到了以后，然后就是下一个目标了啊。我们坐地铁到了第一个站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走第二站啊，然后这样子以后，最后就到终点站。那第二站是什么啊？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第二个目标就是菩提心啊。当我们自己基本上能够确定啊，能够确定我自己啊有这个出离心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然后我们就去这个修菩提心。修了菩提心以后啊，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两个加在一起了以后呢，然后就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华严经》讲的啊，第一，我们可以超越这个轮回，这是出离心的功劳啊，出离心的作用。然后呢，第二就不脱离轮回啊，不脱离轮回呢，就是菩提心的功劳啊，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啊，菩提心的力量啊。比如说我们的比如说地球啊，就是在这个太阳的啊周围，在它自己的轨道上啊这样子转啊，然后呢它也不会走很远，它也不会靠近啊这个太阳啊，那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就是万有引力，另外一个就是暗物质暗能量的这个作用啊，然后呢它就不近不远，一直都在这个轨道上，它可以啊运行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啊和出离心啊也是这样子，出离心就让我们离得远一点啊，离这个轮回要远一点。远的意思呢并不是人走得远，就是心啊从轮回当中超越了啊，这个就是离啊地球就离太阳稍微远一点啊，这样子转，那它不会靠近啊，不会碰到这个太阳，就是这样。然后菩提心呢，有了菩提心呢，又把它拉回来啊，不让它走很远啊，不让它走得很远。那这个就是像引力的作用一样。然后呢菩提心又把它拉回来了啊，你超越了以后就不要走了啊，超越了以后就回来啊，超越了回来跟没有超越回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没有超越的
事后呢你就最好不要回来啊，回来了以后呢就是自己受苦，然后又让别人受苦。所以超越了以后呢你就不一样了，这个身份不一样，能力不一样，意义不一样，超越了以后啊，你就别走，你就要回来啊，回来让更多的人超越啊，让更多的人超越。大乘佛教的啊，他的思想就是这样。那小乘佛教就不一样了，超越我自己有能力，我走了啊，走了就不再回来了。那么这个就是啊，从大乘佛教的角度看，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啊，就是你是超越了，但是呢你一个人超越了这个算什么啊，还有那么多的生命都没有超越，你都不去考虑一下这么多的众生啊，就觉得这个特别的啊，这个大乘佛教就经常就是批评啊这种思想啊。那么回来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啊如不离世间，就是说你不要离开世间。那我什么力量不离开这个世间呢？啊，那就是菩提心的力量啊，菩提心的力量。有了菩提心以后呢，我就主动的，我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啊，不想离开世界。我以前也不想离开这个世界，那以前就是我就是自己很啊贪着这个名利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想走了。那现在我也不想走，那什么原因呢？现在不是因为名和利啊，现在就是我啊想帮助啊这些轮回当中的众生，所以我不想走啊，就这个区别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有这个菩提心啊。那我们刚才实际的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操作过程当中呢，首先我们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有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好，然后我们就开始啊修菩提心啊。那菩提心的修法呢啊，我们有很多了，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多，书也很多啊。其实我想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些菩提心的修心的这个引导的这个书是非常非常的多啊，特别的多啊。但是佛经呢啊，汉传佛教当中啊，像华严经呢啊，这些大乘佛教最著名的这些佛经啊，都是有的。但是一些菩提心的这些修法，一些具体的修法呢啊，藏传佛教里面也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啊这些方法去修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第二个目标就是菩提心，根本就不是啊我们念多少多少咒啊，念多少多少这些可以念啊，念咒的咒语的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佛经里面呢讲了四个不可思议啊，其中一个就是咒语的这个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比如说我们念了这个啊金刚萨埵，那么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罪业都清净了啊。但是怎么样清净是我们看不见，这个因果的这个关系我们看不到，但是呢这个它是有这个力量的啊，一定啊，这个一定会帮我们啊清净罪业，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啊相信这个咒语的力量，咒语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啊持咒这些是非常有用的啊。但是这些啊不是我们的功课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啊，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要有这个菩提心。那菩提心我们简单的说啊，刚才前面也就介绍过，菩提心也简单说就两个啊，一个是对众生啊有一个发自内心的这个离苦得乐的这种心愿啊，心愿我们希望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众生啊，人类啊或者是动物或者其他的众生，然后就是在人类啊当中，我们平时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啊，就有很多的这个怨恨啊，有很多的抱怨，有很多的仇恨。但是修心的时候呢啊，这些都是平等了啊，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信仰
我在生活当中修行，这个就听起来就是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去说他了。对，工作上修行多好呀，边工作边修行，但实际上是这个做不到啊。所以呢，我们首先就坐上啊，好好的训练打坐，然后我们要求不高啊，一般比如说每天有这么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就已经很不错了，40分钟啊，一个小时啊，如果能够坚持在正常的情况下，正常情况啊，特殊情况，比如说出差特别特别不方便呢，还有就特别忙的时候就不说没关系啊。然后很多人也就说，那么这个中间间断了，是不是一切的都不算了？当然不是呀，当然不是了。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吃到一半，然后就有什么事情就出去，回来再吃，那这个之前的算不算呢？当然算了，啊，啊，所以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不要这样子的，不需要这样子的担忧啊，都算啊。只要我们做过的事情都算，然后，所以呢，我们特殊情况下啊，就简短了一天、两天、五天都没有关系啊。然后呢，有空的时候呢，恢复就可以了啊。那这样子每天就这么一个时间，短短的时间当中，打坐，然后呢，就有一定的功夫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把我们所修的这些东西拿出来用到工作上、用到生活上，那就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的功德呢，我们，经常都在讲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不需要讲太多啊，这是第二个目标，我们。要看啊，第二个目标啊，达到了没有？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还自己认为啊，还没有达到第二个目标的话，那我们继续就修这个菩提心。然后第三啊，我们基本上能够确定啊，我自己有这两个决心啊，有这两个决心，而且基本上是坚定不移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好，然后我们就可以为了第三个目标奋斗啊，第三个目标奋斗。那第三个目标是什么呢？啊，就大家就知道了，肯定是证悟空心啊。第三个目标，出离心、菩提心、证悟空心，不就是天天在讲吗？啊，那就这三个了。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不证悟空心的话啊，那我们刚才讲了，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是要超越轮回啊，第二个不脱离轮回。如果没有证悟空心啊，超越轮回也没有办法超越啊，不脱离轮回也没有办法不脱离轮回。所以，超越轮回也需要证悟空心啊，超越我们自己的生死、生老病死，然后就是佛经啊，我们佛教的这些。这些发起啊，或者是佛教的这些花啊，花笔画啊，就很早的这些笔画啊，无论在印度在什么地方，都会出现这个莲花啊，莲花，我们各个地方都看得到这个莲花的图啊。那莲花是什么意思呢？莲花代表什么呢？就是说莲花啊，它就长在这个泥土啊。里面啊，但是呢，莲花它虽然是从泥土里面长出来的，但是莲花长出来了以后呢，一点都不沾啊，泥土特别特别干净的，就这个意思。我们就是这个啊，证悟了以后，或者是成就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呢，还要回到这个泥土里面啊，就是还要回到轮回当中。但是我们刚才讲了，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是泥土了啊，回来。但回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啊已经证悟空心了，证悟空心了，所以呢不沾啊这些泥土，在泥土当中，但是不沾泥土啊，就是在一个这么一个复杂的环境，这么一个非常不清净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自己能够啊。就保持一个非常非常纯洁的这个状态啊，那这个是谁的作用呢？就是证悟空性
证悟空性的以后呢，自然就不会被这个名利左右我们的心啊，不会被左右。如果没有证悟的话啊，没有证悟的话，那我们平时就是回避这些一些客观的这些因素但是呢就绝对的回避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呢总是会有烦恼出来的啊，所以呢超越也不能超越，然后呢不脱离也就做不到啊，因为没有证悟空性呢，我们会有这个自私啊，会有自私，那么那个时候的不脱离不是因为慈悲心，就是因为自己的自私啊，自己有目的啊，这就是不脱离啊，也做不好啊，超越也做不好，所以最终就要证悟空性。那证悟了这个空性以后呢，那真的是我们第一个完全可以做到超越轮回啊，第二完全可以做到不脱离轮回，而且这两个都做得非常的完美啊，非常完美，非常的这个完整完美，这个是完全是可以做到。所以呢这两个都需要证悟空性。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佛教的它的核心的部分呢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证悟空性啊，证悟空性呢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啊。禅宗经常也讲本来的面目，实际上本来的面目就是它的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就是本来的面目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是世界的表面现象啊。我们现在我们对自我的了解啊，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也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情况，不是我们的真相，没有了解到我们自己的真相，没有了解到我们的自己的真实情况，我们现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了解也是我们的表面的自我的表面的了解，表面的了解，所以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对自我的了解反正就是我们的三观都是表面的都是表面的，深层次的或者是它的本真相我们都不了解。那么佛教讲的证悟空性实际上就是彻底的觉悟万事万物的万事万物的真相包括我们自己那么这个就是智慧，而且这个就是大智慧大智慧。然后不了解这个万事万物的真相的前提下，我们就了解了一点点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规律变化的规律，或者是它的表面的一些现象。那么这个呢以佛教看那么这个还不够这个智慧还不够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彻底的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肯定是有一个除了我们看到的以外还有一个真相是绝对存在的科学现在也就一部分东西挖掘出来了，这个也是很不错的，也是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的然后但是呢他也没有接触到这个最根本的这个真相。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这个了解世界的真相那尤其是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虽然需要了解万事万物的真相，但是万事万物的真相了解了一个真相就万事万物都了解了，那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的内心的本心了解了，等于就是了解了万事万物这样子。所以大乘佛教它都不太强调外面的这些很多事情呢是
无限的这个物质啊，这个我们这么去研究，这么去思考，是无限无边的啊。那么这个无限无边的这个东西呢，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啊，那是我们的心啊。平时我们也感觉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让我们开心的、幸福的，或者是不开心的、烦恼的啊。 这都在我们的心在操作呀，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的这个语言，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身体呢，实际上就是啊，我们的内心的他自己表达他自己的这个想法的一个工具而已，工具而已啊。我们的心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去说话啊，怎么安排，我们怎么去做事啊。所以呢，内心啊。 彻底的明白了以后呢，实际上都明白了啊。即使是不明白一些东西也没关系啊，都不重要了啊，不重要了。我们自己的烦恼啊，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就有此就得到了解决啊。所以最后就是要证悟空心啊，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目标。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啊。 这一生当中，我们没有很多的钱啊，卷啊，修庙没有关系，这个不重要了啊。然后我们没有能力去，比如说没有时间去和全世界的这些佛教圣地啊去朝拜，都没关系，这个去不去都是没关系。但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尤其是想解脱的佛教徒啊，这三个是必须要做的。 这三个目标是真正的我们要奋斗的这个目标啊。那么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任何一个佛教徒啊，无论是出家人、在家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啊都不重要，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每一个什么样的佛教徒都可以。 修出离心啊，什么样的佛教徒都可以发菩提心，什么样的佛教徒都可以证悟空性。嗯，证悟空性我们并不是说啊，这个高僧大德才能够证悟，或者是出家人才能够证悟等等，不是这样。我们普通人可以证悟啊，六祖慧能大师不是出家人，大家都知道。当然，我们不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六祖慧能这样子啊。我们的根基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啊，我们就是只要努力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希望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希望。所以呢，佛经里面讲人生难得啊。 人生难得之所以难得，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选择啊，并不是说因为人啊就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所以人生难得，肯定不是这样子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所以就是人生难得啊。那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啊我们的三个。 目标，然后呢，所有的我们的持咒啊、诵经啊，以及其他的任何一个善事啊，都要围绕在这个三个目标的周围啊，一切都是为了这三个目标，一切都是为，并不是这三个目标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其他的所有都是为了这三个目标啊，这三个目标做到了，那我们这一辈子的这个。 学佛真的是成功了啊！我们没有即生成佛都没有关系，嗯，没有关系啊。即生不成佛没有关系，只要有这三个目，只要达到了这三个目标啊，那离成佛就已经不远啊，都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们啊特别的重要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必须要知道啊，这三个目标很重要，这三个目标是需要。 修心啊，修心才能够完成，才能够达到这三个目标啊。修心就要花时间啊，花时间要修心就要花时间，然后呢，时间从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啊就挤出来啊，没有多余的时间了，就这些时间，就这么多时间，嗯，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这个在家人啊，学佛的人。
然后就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啊，有一部分的时间是我们的生活的时间，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工作的时间，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的这个修心的时间啊，我们时间这个分配要分配好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修心的时候呢，就只懂得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啊。然后我们一修心的时候呢，然后呢，家庭呢，这个工作呀，什么都不管去修心，然后就我们很多人的家庭出问题啊，工作出问题啊，这样子的话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的。我们修心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这一生的头等大事啊。但是，生活和工作也是不能说不重要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佛教徒要把这个，尤其是在家人啊，就把这个平衡这个尺度把握好啊。除非是你自己不需要有这个条件，不需要去这个考虑别人啊，自己想干嘛就干嘛，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把这个时间安排的这个上面呢要妥当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的修心就不要导致家庭的矛盾啊，修心就不要导致我们工作的工作上的事情这个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了。我们既可以修心啊，又可以工作，然后又可以过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是最理想的学佛啊，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道路上的一个非常的成功的，一个非常艰辛的成功的学佛啊，这个大家也要记住。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讲到这里了，然后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互动交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感恩上师，下面是现场的提问环节。顶礼上师，我母亲是修学净土宗的，她认为净土是需要强烈的信愿行才能往生，而密法是求即生证悟。但是上师说过，净密双修是双保险。他想问，又求往生极乐世界，又求即生证悟，会不会分心，反而都修不好呢？不会，不会，不会分心。我们比如说，一个是，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个目标，就是为了这三个目标努力，闻思修，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就好好念佛，然后呢就下意识，万一没有这个成佛的话，那也可以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以更快的速度可以去修行，所以这两个不矛盾，不但是不矛盾啊，这两个是非常非常这个结合的这个修法啊，精密的结化结合也好，或者是禅和精的这个双运，这个是很多的这个以前的高僧大德也是这样子修的，那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修，这个是非常好的修行的方法啊，不会分心，不会有问题。好，下一个问题，请问上师，如果上师不在身边，如何获得上师身与意的加持？加持在不在身边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比如说，当年释迦牟尼佛的身边有提婆达多，跟了释迦牟尼佛很长很长的时间呢，就是在这个跟了很长时间的当中啊，提婆达多就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一般的弟子呀，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啊，天天的跟在一起照顾佛陀的但是呢，最后呢，就他自己没有信心，所以也没有得到什么加持啊，至少我们从表面上看啊，没有得到加持，最后就堕地狱了啊，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能不能得到上师的加持，就是不是近和远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信心啊，信心强烈啊，强大啊。然后呢，上师不但不在身边了，而且不在这个地球上都没有问题的，可以得到加持的啊。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足够的信心，那么天天跟在一起，然后呢，可能是对上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看法、想法，可能越来越多，最后就是连啊一般的信心啊都不会有了。所以，能不能得到加持，不是以啊经和缘啊以举例来决定，而是以信心来决定。好，感恩上师。下面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猛烈的祈祷上师是一种禅修吗？临终可以只用这一个方法吗？临终当然是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而且临终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在这个上面呢，可以加一点点啊，比如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强烈的祈祷上师。然后呢，把我们的自己的心啊，就观想为某一个字，比如说藏文的阿字，然后呢，这个阿字，或者是红字，啊，狮子嗡阿轰，啊，这样子的这些本尊的这些咒啊，都可以。然后呢，这个咒就融入到上师的行间啊，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其中这个临终时候的一个普瓦的一个修法，那有这个修法就会更好啊。那平时这个猛烈的这个祈祷呢，也是一种禅修啊，它本身就有这个禅修的话，可以把它变成一种禅修。本身是没有禅修的话，那这是祈祷啊，那这是祈祷而已，还不是禅修。好的，感恩上师。下面呢是几个网络问题，请问上师，我们是禅修班的学生，现在修到四个外前行，已经修了侠满难得和无常两个修法，修了大半年的时间。最近老师兄们觉得我们学修的不好，让我们从头开始修，有些师兄难以理解，请上师开示该怎么办。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老师兄觉得他们的修行不好呢。这个从头修可能有点难吧，啊，补充一下可以理解，但是从头修呢，这个首先要看他们为什么觉得他们的修行不好，理由是什么？是不是他们没有好好的修啊？是不是他们老师兄就知道他们没有好好修，或者是不是他们平时看到他们平时都没有修，不知道这个什么原因，不太清楚了。好，下面一个问题，请问上师，我现在对世间的一切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对佛法也没有什么兴趣，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我该怎么改变？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可能不是很乐观啊。啊，这个我们比如说，有些时候人会这样子，可能是比较，这个可能是。人的这个思维比较疲劳啊，然后就对世俗的很多东西也就逐渐就不感兴趣了。然后呢，佛法呢，可能平时也就去听，但是也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啊，然后就总是不能融入到自己的心啊。然后呢，听到的都是表面上，都停留在这种理论或者是语言的这个表面上，所以也就没有尝到这个甜头啊，没有尝到甜头，所以对佛法也没有什么，可能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世俗的方面呢，虽然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呢要继续的生存啊，那继续生存的话，那肯定也要创造这个生存的条件，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那其他的就没有兴趣就没关系，那另外一个呢，修心上面呢，就是要深入的去，闻思啊，要多了解、多学习，这个修心的这个重要性啊，修心的重要性，重新思考一些问题，这样子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积极心，那积极心会有的。那目前这个状态，就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的话，那就是可能很多事情就
就很多机会就错过了，所以就不太好。好的，感恩上师。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堪布您刚才讲到佛菩萨再来轮回度众生，没有痛苦，只有快乐。那么很多高僧大德他们视线生病，他们有痛苦的感受吗？这要看这个啊，我们的高僧大德，首先是高僧大德的定义啊，是什么？什么叫做高僧大德？如果说的是菩萨，比如说一地以上的菩萨啊，如果我们能够，比如说某一个高僧大德生病了。如果我们确定他是一地，他的境界已经是一地、二地、三地这样子的菩萨，那他肯定是没有痛苦了啊！这个完全是可以确定。如果啊，高僧大德，我们平时说是高僧大德，但是呢，他的境界呢，内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这个一地以上的这个境界啊。在一地以下啊，是有一些这个境界啊，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地的这个水平标准的话，那会有一些痛苦的啊。高僧大德也会有痛苦的啊，因为高僧大德那他也会有啊，他也会有过去的这些业啊，这些业就会过去造的业，现在也会有影响的，所以这个要看啊。这个我们不要看这个高僧大德这四个字，就是要看他们的境界啊，然后再来判断到底有没有生病啊，就是这样子。好，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顶礼上师，是不是必须通过打坐才能升起出离心或菩提心，或者是证悟空性？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依靠具德的上师，直接就可以获得上师给予的这些境界？这个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有的，像刘祖慧能大师啊这样子的特别特别的这个特殊的人物，还有就是佛教的历史上就会有些这样子的人，他们呢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啊，我们普通人是不太可能的，当然，比如说啊，我们没有打坐啊，但是我们社会上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这些人生的这个坎坷啊，这个就是有帮助这个出离心，有可能之前。就听说过这个出离心，理论上明白了，但是呢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出离心，然后呢就在生活当中啊，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坎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现在就真正的这个出离心就是啊产生啊，这个是有的啊，这个不排除，但是呢这个出离心大家必须要知道，凡是没有打坐、没有这样子啊长时间修心的这些出离心，都是不稳定的啊，都是不稳定的。像这个过去佛陀的年代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佛陀释迦族啊，这个族就是佛陀的亲戚。那么释迦族当时呢，这个。释迦族的这个城市就叫做迦毗罗卫国，那这个迦毗罗卫国就有一次就是遭遇了一个很大的大规模的屠杀，那这个屠杀完了以后呢，很多的这个迦毗罗卫的释迦族的年轻的这些女性啊，就产生了强大的这个出离心，很多人出家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出离心没有了以后，就通通就还俗了。就是这样子的，佛陀的时候，而且他们都是佛释迦牟尼佛的亲戚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偶尔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有一点出离心，但是这个过了以后，这个出离心就不存在的啊，所以必须要脚踏实地啊，要训练才会有这个不会动摇的这个出离心。好的，感恩上师。下面呢是几个现场的问题。顶礼上师，第
弟子现在已经进入到禅修班第三册的学习了，但是我同时也在创业，每天加班到凌晨，于是功课落下了很多，但是我自己又必须对团队对投资人要负责任，我该怎么办？请上师指点。是这个工作这么忙的话，压力这么大的话，确实是没办法完成了啊。那就到时候，但是应该有周末吧。对，如果他们呢周末如果不需要工作的话，那比如说那个时候可以啊，那个时候可以把拉下的这个功课啊就可以补回来啊，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完全这个补回来的话，那到时候啊有公共假期吧，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不会加班吧，那个时候也就可以补啊，只有这样子了。好的，下一个问题。弟子在背诵佛子行的时候，曾经用便利贴写寄送，分别贴在家里和工作的地方。前一段时间搬家，贴在工作地方的佛子行便利贴被撕下来扔掉了，扔掉了以后又非常的后悔，怕有什么不如法，请堪布开示，撕毁这些便利贴有什么过患，该怎么忏悔？另外家里还贴在墙上的佛子行便利贴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就不要扔到垃圾桶里面啊，就是可以烧啊，可以烧，把这些就不要扔到就跟其他的垃圾一起啊，就是把烧掉就可以了，就没有不恭敬行的情况下啊，我们的一些金属上的这个废纸啊，还有自己炒的金啊，是可以烧的啊。烧的时候可以不念什么咒，就是以恭敬心啊，恭敬心就把烧掉。好，下一个问题，请问上师，我们夫妻都是佛学班的，我夫人比我有信心，有时我们观点不同会有小矛盾，互相不爱说话，看不起对方。哇！请问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夫妻共同学好佛法？夫妻共同学佛，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就是探讨一下佛教的教义、佛教的哲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观点上的分歧啊，话都不说，这个可能是过于有点严重了啊，不要那么执着，对，对，然后呢，就是有些时候可以辩论啊，辩论没有结果的时候呢，也就大家就不要这样子执着，然后呢，放下来，明天可以继续讨论。好的，下一个问题，顶礼上师，请问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最快的成就方法呢？当然是修大圆满了，肯定是修大圆满，这个可能大家也就知道，但是修大圆满呢，也必须要有这个修大圆满的条件，要成熟，然后出了大圆满以后呢，比如说修大手印。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还有一个呢，念佛啊，修净土是非常快的啊，有可能比大圆满还快啊，都有可能的。所以是认认真真的念佛，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因为念佛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念佛念得非常的虔诚啊，那么他就比如说啊，几十年以后呢，十年、二十年。啊，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然后呢，西方极乐世界，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如果他愿意啊成佛，那么七天之内也就可以成佛了。当然，这个七天是不是我们人间的七天，是极乐世界的七天。那个用我们的人间的时间算的话，稍微有一点点长，但是呢，也不是很长。所以就这么。
就至少几百年之内啊，他就可以啊成佛了，啊，那修大圆满如果修得好的话呢，那就是极深呢，或者是中阴呢，那个时候也可以成就啊。那么这样可以怎么说？大圆满修得特别好的人呢，那可能是他是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修行当中是最快的，然后呢？大圆满的这个一般普通的修行修得不是很好的人跟修净土的人呢，有可能是净土的啊，修净土的先成佛啊，有可能。比如说修净土修得特别好的人和修大圆满修得不怎么样的人，两个比较的话，那有可能是净土先成佛。所以这些都是自己做得好的话，确实都是很快的。好的，感恩上师。那下一个问题是来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极乐世界既然只有快乐没有痛苦，那与天人享受妙语有何区别？会不会也不想修行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子，极乐世界天人的话啊，就是也并不是没有痛苦，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人间也有幸福也有快乐，但是很多的时候呢，要不就是不快乐啊，要不就刚才就有一位师兄讲的一样，对什么东西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啊，就是要不就是这样子的时间比较多。那比如说天人的话，那就也有痛苦啊，但是痛苦的这个数量就不多，然后幸福快乐的就比较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呢，他们呢有修心的，没有修心的都有。没有修心的人呢，他真的是一个极端的享乐主义。这个天人呢，都是极端享乐主义者。就除了这些享受以外，他什么都不管，天天都就是沉迷在这个享受当中。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享受和快乐，时间虽然是很长，但是呢，感觉上这个时间很快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呢。天人就是这样。那极乐世界虽然是没有痛苦，但是呢就不一样了啊，人家的觉悟不一样，有菩提心了，然后就有证悟空心了啊，都有了。所以每一天都可以四面八方的佛菩萨，昨天也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法，所以这就不一样了，这完全是不一样。好的，感恩上师。那么下面呢是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如何看待修行后出现的违缘，即很多世间的不顺之事。世间的不顺，比如说生活上就是出现一些不顺啊，我们平时很多人觉得这个跟修行有关系，但实际上不一定不一定有关系啊，它本身就是因为是这个工作上的不顺呢，它本就是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啊，不一定跟这个修心有关系啊。但如果真的跟修心有关系的话，那是求之不得的啊，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违缘啊，那就这个可以消这个过去的那相多低于的这样子的严重的罪过，都这么一个小小的不顺利就可以啊消除。可以代替，这个佛经上是有的，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好的，请问上师，应该如何对待情执？应该如何对待情执啊？那这个当然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对待，就要看你怎么，你看你愿意怎么样对待啊。那这个比如说。大乘佛教有大乘佛教的对待的方法，修行人有修行人的对待的方法。比如说小乘佛教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些欲望和贪心啊，尤其是对人类啊，对这个异性的这种欲望呢，比如说修这个不净观呢，啊，用这个方法来控制自己的这个执着。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大乘佛教还会修这个空心啊，那空心呢，从本质上净和智全部从本质上就可以解决啊。那如果是愿意用这些方法来面对的话，方法是有的啊，但是呢
就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愿意用这些方法了，那就看自己愿意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一个可以用这个不净观之类的，不仅仅是不净观，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个可以用这个啊，另外一个呢可以用空心啊。如果你想控制，不想有这个情志啊，那就好办，就是用这些方法来控制。主要是愿不愿意控制的问题了。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就到此结束啊，大家非常的认真的听了，非常感谢啊。我们最后大家一起啊做个回向。那回向，我们现在大家基本上就知道什么叫回向啊。回向的意思，回和想这两个这个字的意思啊，回就是回转啊。比如说一个人本来是往左走的啊，那么现在就是因为某种原因他就不想往左，就往右走啊，这叫回转啊。回想啊，就是方向啊，方向确定他的方向。那回向为什么是回转啊？又是方向的回转啊，可以这么讲，方向的回转。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听课了，那么这个肯定是善。那这个善是什么善？是小乘佛教的善，是大乘佛教的善。那以我们的法行和我们的回向来决定啊。如果是没有回向的话，那它是一个小乘佛教的啊，本身是小乘佛教的这个善。那现在做一个回向啊，为一切众生啊成佛，这样回向的话，那它就回转它的方向了，变成大乘佛教的法啊，大乘佛教，佛教的善根，那这叫做回向啊。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回向，那回向的时候呢，我们发自内心的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善根啊，就是能让所有的众生啊健康长寿，然后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能够解脱啊，就这样子发自内心的发这个心愿啊，然后念这个回向文啊，这叫做回向。所能的一当这三八年多年你别沾能半些耶伽那揭瓦摩遮巴遮宾佐利卓阿卓尔修唵嘛吽嘛格惹巴玛瑟德吽唵嘛吽嘛格惹巴玛瑟德吽谢谢阿弥陀佛，大家晚安。